然后一开始就是就弄吃就好了，包又不大，就让它整个那先本身醒不完。这个有磨过了，那如果是从造纸到现磨变成粉的话，就会抓30到50秒。对，然后我们到这边，从中间就可以稍卷再冒一下，抓出来做一次就差不多50cc，那三次就100cc这样。对，然后最后那几滴水我们一般是没有再留，就是它多余的味道会冲出来。然后清凉它现在这也第三次之后它水也稍微塞住了，好，解决，这就可以掉啊，这就不来了，那就可以，然后